各位兄弟平安，咱来传念今早起的圣诗。第一首是新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就好，请前奏完咱就来唱。三百零三首，主，我要俄罗斯，咱也赶快唱第一站甲第二站，前奏完，咱就来唱。将手机关下无声，礼拜前请牧师出来做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我感谢你，予我今仔日会当搁一届伫新的一年来到主你的面前，而且来敬拜上帝。这是我预备好我的心，要来朝见你，求你予我放下心中各项的挂虑，拢仰望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止大家在这里敬拜，我们跟一群同样听你的兄弟姊妹要到阵在这里来敬拜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学罗你保守我们的心，让圣神自由运行在整个礼拜中，对头到尾，这样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万国啊，恁着俄罗亚和花，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亚和花的信息永远伫底，恁着俄罗亚和花，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诵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财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面前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担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能，伊要伊啊，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疏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欢喜。阿门。请咱悠然站立，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听闻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面的主。我感謝你的應允和穩定，保守我們走在你的道路，不至到跌倒或者是墜落，照著你的慈溫保守，賞賜我們平安和喜樂。我要感恩俄羅斯。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個主日，回頭看過去這一年，檢查我們有很多事情不能來完成或者是不如意，總是新的一年讓我們充滿希望，可以頂頭開始。求主予阮毋通袂记哩，阮受洗礼，伫基督内面真做新造的人，的迄个感动。求主引带阮伫新的一年，亲像新造的人得到新的活命。全世界受压迫的基督徒愈来愈多，特别是伫中国。过去这一年，阮听到真济惊吓的消息，传道者被掠，教会关门，教导四散。恳求天父施恩保守。保守这些主来的肢体的新心灵在艰难中不能失去愿望，求主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悠然掌权，实行你的公义。求主保守台湾现主席在对抗非洲敌济的时候，家庭政府和百姓快乐智慧
予农政单位以及海关码头所采取的方式，会当有效阻挡受到感染的物资进入台湾，唔呐保护台湾的畜牧产业，嘛保障台湾人民日常的生活袂至到受影响。阮特别要为着教会集体来祈祷，求主的医治临到阮当中有需要的兄弟，不管是住院的或者是咧治疗的，拢求主甲因支持，予因有够格的信心甲平安，嘛求主看顾因的家属，予因所需要的精神体力。阮检测拢会有辛苦病痛，毋过阮知，阮的确会因为安尼来经历你的怜悯、稳定甲祝福。伫即个月底，嘛有大学联考的学测考试，求主保守咱教会小囝以及会友的子弟要来参加考试的，拢有对主来平安、信心甲毅力。伫最后的这三礼拜，完成上好的准备，愿信心充满阮。想使阮伫新的一年，新心灵拢会当得到满足。今仔日早起的敬拜，求你欢喜感恩，阮安尼同心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起引，起引文第43篇以赛亚书12章，我来起，恁来引。在那日你要说，虽然你有对我受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上帝是我的毅力，我要唱歌欢乐，伊是我的上帝，我要欢乐伊。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伫迄日恁要讲，将伊的所作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俄罗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接著要请圣灵团契诗班来献诗，今仔日献诗的主题叫做为着美丽的地面。
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诗篇第12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亲像联络整齐的城。这的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例，上去遐。要阿罗耶和华的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顺探伊的话的人。今仔日本堂的蔡伟伦牧师要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真多做伙敬拜的属灵同伴”。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伊伦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2019年第一届主日的礼拜，是不是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新年快乐？咱同心来敬拜上帝。伫新的一年，我相信迄是一种欢喜快乐的时间，因为伫这个时间，咱每一届好亲像是一个挂着新的日历，一个日历开始咧。经历新的一年，安尼来开始。我要问大家，伫今仔日已经是一月初六，伫进前即几天，你敢有体会感受一个新的一年一款的期待甲快乐？牧师嘛要问大家，伫2018年最后一个跨年的时阵，你安怎过？伫网络顶头，我有找到一个影片，伊中间吼讲将一个。过年、跨年，即个即阵嘛，台湾拢逐年拢咧进行的，有该无共款的年纪的做一个表达，啊，互大家来看。伊讲吼，第一个，即个是网络一个网红啦吼，伊讲，一个人大家会无共款，假设讲在一个啊未20岁呢。穿学生服的讲啊，要去跨年。妈妈讲好啊，你去跨年啊，10点要回来哦。哦，你啊早会记啊早带哦，10点要回来哈、哦。跨年10点要回来。好、哦，啊，迄20岁大学生呢，好去跨年哦，足精彩。先去看放看晚会、暗会、放烟火，然后去 KTV 唱歌，唱到天要更加紧嘞，骑奥多麦来阳明山顶头看日头日出。然后佫冲落来，安怎？总统府头前安怎？升旗，吼、哦，安怎？倒来困。所以咧，一个元旦的早起吼，迄台北市足安静的，少年的拢安怎？拢在困，吼、哦。迄是20岁的人，吼、哦。啊，30岁做啥物？30岁佫哦，遐无用，在厝的哦，食火锅就好啊，然后，安尼嘛算跨年吼。40岁吼。多一个碰椅，吼啊，看电视，啊，然后哦，那甲12点看一个烟火，放一下，好啊，然后15分看好啊，吼，来困啊，吼，啊，50岁，听头无下，50岁、60岁，吼，恁大家看，啊，啊，甲普通是同款啊，然后啊，早困后眠，吼，逐天拢同款，看年啊，都过新的一年开始啊，吼。但是这款的跨年，我唔知道你12月31号，你是多一个年纪的？不过这个影片伫网络顶头，大家讲哦有影呢，跨年甲你的年纪，敢那就有关系。你是多一个岁数的人，你安怎跨年？但是伫教会无同款，伫教会咱当年伫12月31号的暗时10点，咱按少年的甲年老的。有70几岁，嘛同款伫咱中间，斗阵伫遐，透过祈祷，透过回顾过去一年的日子，透过诗歌，大家伫遐来敬拜上帝，用祈祷真多感谢上帝。2018年回顾的日子，嘛真多踏入去2019年迄个日子。当然今年照往例同款，结束差不多11点40分，然后呢？有的人讲啊，要搁斗阵去楼顶去看一个101的烟火，但是哦，天气实在是足无好诶，
看拢无，干啦哇哇哇，啥物拢啥物拢看无。但是会当甲教会遐个姊妹，大家斗阵，迄斗阵伫遮，真侪2019年一开始，迄实在是足好诶。如果有会当邀请咱啊，当小来约束，2019年年底诶时阵，愈来愈侪遐个姊妹，咱用祈祷，咱用一个敬拜，真侪咱来跨年诶一个时间。伫遮新诶一年开始，毋知你有设定啥物新诶目标无？还是什么样的愿望？对细汉老师都爱咱写点新年新希望，即马无甲恁逼啦吼。不过大家人无共款年纪嘛来想看卖，因为新的一年就好亲像一张为图纸，顶头要你要来为什么款的设置，你要为什么款的主题，伫顶头你有啥物期待无？有可能每一个人伫这个中间，咱要写啥物，咱会受到生涯的规划发展。我伫人际关系、伫健康的管、健康的管理、财务的规划、旅游的计划、自我的成长，无同款的主题中间，刚才你会当讲，你有可能想比牧师想的搁较侪。一项一项的中间，伫新的一年回顾过去，展望新的一年，你有甚物款的期待无？人需要一挂期待，知影自己伫甚物所在，向倒一个方向来行。伫今仔日一礼拜中。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教会整个一年的目标和安排，要邀请咱到底来思考，成为一个和平教会的基督徒信徒，在咱新的一年的中间，上帝放在咱心中有什么款的呼召，什么款的托付，什么款的目标在遐？信仰到底在你的生命，在新的一年中间，你有什么款的愿望无？有什么款的展望无？当然，在新的一年的中间，也是一个回顾的过去。咱需要有一段时间，会当安静起来，会当按日常的生活中停下来。在一个年变化的过程中，就是这款的日子。无咱可能一天一天照原本的生活安尼咧过，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咧过。但是有时间，就是有这个时阵，咱停下来思考，我即马伫倒位，要向倒一个方向来行。对咱人，大家每一个人来讲，咱需要真正需要做这款的代志。虽然这毋是足紧急的代志，逐天来做，多一天来做拢会使，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牧师邀请咱，咱即摆已经到1月6号啊。如果你伫今年，还是过年这个过程中，还未做这个代志，咱实在需要安静的时间，伫这礼拜内底思考写落来。我今年的目标，我即马伫倒位，要向倒一个方向来行。伫拄仔看迄无共款的面上的内底，迄是甚物款的目标？当然，对教会来讲，咱嘛要斗阵来查验。和平教会伫这个社区内底，伫台湾、伫台北市，伫遮72年的时间，上帝伫咱中间有甚物款美好的心意，咱斗阵来找找。伫过去一年。予咱看到有甚物款的路，会当向头前来行。咱向倒位，咱伫倒位，向倒一个方向来行。所以，咱就简单来予大家先简单回顾。这是去年第一个主日的时阵，2018年第一主日的时阵，咱牧师甲大家邀请讲，2018年是咱教会灵修年。伫灵修年内底，咱做甚物？咱检讨，咱嘛感恩，咱真紧从遮来看。去年灵修年2018年，邀请大家每天灵修15分钟，大大小小大家斗阵来，那么思考伫过去一年中间，伫我属灵的生命顶头，我灵修的生活中是毋是阁有进步，会当阁向前来进步？咱伫过去啊讲大部门的时间内底，不只是干呐属工顶头来讨论，咱嘛当真做一个。会当互相关心的一个团体，伫各部门来对咱来做这个代志。部门的同工长老嘛思考，我是毋是我伫这個中间有向这個、有安尼来做，今年阁会当做啥物？伫今年过去，咱嘛举办有中级的同工的退休会，灵修年中间邀请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去
圣本笃修道院有办这个安静的时间，参照耶稣带领伊的门徒去遐安静，伫遐所体会遐尼美好的代志，怎样伫即卖当继续来做？那么同工伫加开一班，就是下后半年冇去做。如果你有参悟，怎样伫即卖生活中会当安尼来过来实现？咱爸爸看伫这中间，灵修年有各种的装备活动。回想咱伫旧年配合读经的进度，有做一挂主题，特别是小弟先知书来对咱用三个月的时间，十二届将古约圣经中间小先知做好的一个一章的一关一关来，大家锻炼大家到底来行来学习，咱毛一挂册的介绍。来买一挂小林的书来看，咱嘛有做虾米？咱搁做伫有敬家的祈祷的活动。今年度咱会搁继续伫敬家祈祷这款的操练，刚才对咱基督徒来讲，无拄拄每一个人拢办安尼体会，不过教会咱会当来操练这款的敬家祈祷伫受难州，咱嘛有全教会的培灵会。咱阁做虾米？六月的时阵，若捌去和平去甲新竹的圣经学院，甲咱和平出身的传道人，伫遐彼此分享交陪，伫遐彼此代祷。好，阿毛无同无师的查经班，阿个七个无同无师，伫遮有一礼拜的即个专题的演讲。咱阁做虾米？咱毛信徒新学院伫遮开课，虽然拢干那开一个小小的课程，但是伫音乐的厅头，和咱不管是信乐还是敬拜团的成员，伫遮嘛有好的学习。好，啊，个林宏信牧师伊本来要伫遮开这个讲座，但是去年因为伊的进度无有尾啊，这个部分暂停。不过今年都有新的计划，等下再甲大家讲。这拢咱去年咧做的代志，伊讲哦，那遮尼。这么多都是我们中间进行，在七月开始，我们有主日的祈祷会，主日的祈祷室，在九点半，礼拜再去九点半到下午点半的时间，安静到五楼的礼拜堂、礼拜厅，在那里安静在音乐的中间，你自己可以祈祷。如果有需要，还有同工可以陪伴你祈祷，可以用几个，可以用多，让我们伫亲近上帝，互礼拜日中间，除了咱伫遮敬拜上帝，五楼的基督室嘛，真侪咱会当亲近上帝时间，实在是足水足好诶。如果你旧年也未去过，无须鼓励咱，今年咱设定这个目标伫遐，咱阁做虾米？咱嘛有教会推动教会运动，基督的运动，当然中间安尼即马来看。啊，最看到啊，有具体是有一个福音的特工，有一群兄弟姊妹，伊无普通无特别做啥物代志，都是伫遐，逐礼拜收到教会因同工写的祈祷批，伫遐为着教会，为着讲道，为着需要的人，为着大众的活动，伫遐来祈祷。如果你愿意参与这款的人，会当服务所在，会当加入伫这款的这个即种的服侍内底。啊，還有什麼？咱在去年可以說是在教會咱跨入去社區裡面一個很大的一步，在報牧師還有咱幾位長老的帶領，咱說很大膽的在教會開始開辦這個活動，讓牧童牧師過去說咱去這個新的禮拜堂的時候，一樓要吃做什麼？廟埕。好，细汉的时阵，拢装卡迄个庙埕有大树，好，像有遮啊，伫遐边啊，大家伫遐行棋啦、泡茶啦、广告啦，吼，好啊，伫遐所在。但是咱我看起是不只是一个庙埕嘞，咱看到就是有一挂庙吼，边啊吼有啥物小吃部，吼，迄食吃啦面啦，食啥物，好，所以咱教会伫旧年嘞，拜二、拜三、拜五三工。中道伫教会一楼的迄个所在，咱有同工伫遐服侍，上侪差不多有教会的长、教会长辈甲社区的长辈，超过100个人哦。
伫遐摆桌啊，大家食饭，好亲哇，大家伫遐讲话，看起好亲是无同无输一尊。要互个教会，就是真做一个社区的人会当行入来。啊，咱呢，当教会即个长辈，也是伯牧师啊，阮牧师，阮伫社区即马去行路去看，拢会拄到熟悉的人呢。迄拢是来咱教会安怎食饭的，吼，啊，会当开讲几句。我感觉一种感觉足特别的，就是咱真正是社区中间的一个好的厝边。啊，一挂长辈，有诶，去买菜拖一个菜车，哦，足白的讲，我讲我甲你倒拖，讲无事免啦，我慢慢仔行，你行了伤紧吼，安尼我压力。啊，不过至少安怎开讲啊，该关心啊，吼、哦、啊，这是咱教会上帝甲咱开路，会当互社教会食做社区的祝福。所以有四个课程，三天中昼的食饭，拢伫遮，啊，一挂足侪经费是碰不输去甲社会局争取，啊，咱得到这个经费，所以教会开出的钱无多，但是会当开展这款的角度，是咱会当感谢上帝。啊嘛，最侪咱教会中的同工参与伫这中间的服侍，我感觉迄心中嘛是参与的人嘛心中足欢喜的吼，会当会陪伴这个长辈斗阵伫遮。啊，佫有甚物代志？咱嘛教会做健康的检查，吼，对，虽然对伊个健康的检查结果，咱和平教会感觉咱大家应该是分数应该较悬嘛，无安尼嘛无较悬嘛安尼，但是好亲像伊个结果，佫淡薄啊加一个，啊，伫迄个过程中间，咱嘛检讨到底倒一部分咱会当进步，吼，所以伫即内底咱嘛来检讨，啊，伊个理论是讲教会中间有即种八种的即、這个。角度来看，参照一个水桶，多一个角度的分数啊，加咱就按遐个补起来安怎？伊个水桶的水会当得啊多，所以咱就对这個过程中去看哦，敬拜吼、哦、啊，可能领导啊，可能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这三项咱分数啊加，啊，咱是新的一年中间怎样来向这个目标来努力，这是咱会当做的代志，这是去年。伫旧年嘛是咱国经历虾米，咱教会牧师来遮，今年已经满四年啊，吼、哦，足紧嘞吼。今年已经进入去第五年。伫咱教会制度中间，其他的牧师的任期甲主任牧师同款，就是四年一任。所以伫过去一年年底的时阵，咱长老认真走出决定续聘，所以目睭即马徛咧遮吼。啊！伫受聘了后，牧师嘛认真来考虑接受，吼。但是咱诶中间的圆圆牧师，伊嘛认真考虑要来离开。但是伊是认真去回应上帝放伫伊心中，伊要成做一个会当用较侪时间来陪伴人诶即款的牧师。所以伫遮伫正兄弟姊妹也是小会员，甲伊恳谈了后，尊重伊。也希望咱教会会当继续做做圆圆牧师的支持，就参像过去，有何牧师、石牧师、哦金晶牧师、赵瑞牧师，也是茂堂牧师，同款对咱这个教会服侍出去的牧师，咱继续做做伊的帮衬、伊的支持者、带导者，所以咱嘛有安尼来做。所以伫新的一年，也请大家为着教会来祈祷。牧师要开始来找找另外一位希望是女的牧师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是就是过去一年中间所经历的。当然最后这段时间按十一月开始圣诞节的准备，让我们中间很多人在中间看到哇，我们过去一年最后这个圣诞的节期就是这么快乐欢喜，看到大大小小还在社区中间一些人来到我们中间，这是我们过去一年里面所经历的。看了过去这一年，在新的一年里面，咱要做什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咱新的一年教会年度目标，照原本咱就是一步一步连接在上帝，会当领受祝福。咱要吃最万民的祝福，第一个要跟上帝做连接，领受祝福，然后呢，跟人中间做连接，会当呢甲来真侪别人的祝福。虽然和平教会以上真侪万民的祝福，
就透过这个过程。去年是个人的灵修，咱灵修年，今年咱是礼拜年，要透过礼拜敬拜，搁一概来思考怎样甲上帝好的连接。伫一个礼拜中间，上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活动，就是敬拜上帝。这中间，咱来学习。当然，伫过去透过咱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健康检查，咱有淡薄啊调整。所以呢，咱将这个属灵的伙伴一部分，甲教会这个礼拜连接到阵。所以今年咱和平教会的教会主题就是真多做会敬拜属灵同伴，吼，华语叫做成为同来敬拜的属灵伙伴，吼，台语呢叫做真多做会敬拜属灵同伴，吼，就是咱要到阵伫遮来学习敬拜上帝，啊，来到阵伫遮真多一个属灵的同伴。所以，就这个目标，咱伫教会的主题是啥物？迄个经文是这段，咱到底用台语来读，吼，咱来读这诗篇122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预备来。我真欢喜，讲，咱来去上帝殿，耶路撒冷啊，我的脚已经踏入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建造做一个城，全城之最素配，这支派就是上主的支族，公照以色列制定的礼，上去遐。用这段经文来正做咱2019年礼拜年的主题经文。是中间咱看起用两个角度会当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角度是对人甲群体的角度，因为一开始讲我真欢喜，我真欢喜是伊要来敬拜上帝。这个诗篇122篇是一个叫上行的诗篇，就是当以色列伫旧约的时代，因一年有3次的节期，因烧酒爱去耶路撒冷城圣殿底下敬拜上帝。但常常无共款支派的人，对整个以色列的环境，一个大环境中间，大家组织伫这个所在要来敬拜上帝，哪行哪唱歌，哪行哪唱歌，这首嘛是中间的一首。伊讲咱来，来哦来哦，咱来去上主的殿，所以这是一种互相的招呼，一种态度是安怎欢喜快乐，受邀请了，我真欢喜要甲大家斗阵来去，斗阵来敬拜上帝。然后第二节的时阵讲，我已经来到耶路撒冷，行入去耶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门啊，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城门，伊看到什么？看到哇，上帝，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内底是这款精髓素配，透过看得到的，其实伊嘛在表达，即群来到无同款的所在来敬拜上帝人的人，共产参照这个建筑。参照这个城市同款，精致素配合一，无虾米物件藏咧无应该藏的所在，全部的材料拢精致，建筑就好。他可以看去外在这个空间，其实咧讲的是一群人，伊嘛准备好参照这个耶路撒冷城伫这个所在。所以第四节讲，这个基座就是上主的基座，拢来到这个所在。所以看起第一个角度是人群体烧酒斗阵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啥物？第二个角度是敬拜的内容是啥物？因来遮做啥物？拢照以色列制定的，照古约因来甲圣殿来敬拜，有可能爱准备奉献的物件，准备只牛羊，准备好的，也是准备一款物件，伊来猜敬拜。上帝意爱什么款的敬拜？虽然咱对基督徒伫教会新约的时代，咱无过伫遐限制，因为耶稣已经教出这个罪名。但是伫迄中间，圣经中同款有教导，咱来到上帝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迄是一种态度。咱来一届一届受到提醒，圣经中到底记载咱、教导咱，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咱来学习，然后咱来化作行动。
所以伫遮讲起敬拜内容、心态甲态度伫遮，所以用这段经文，诚做咱2019年礼拜年诶一个经文，诚做做会敬拜属灵同伴，邀请咱到阵伫即个所在，都来甲遮，好亲像教会中咱同款，对台北市无共区诶兄弟姊妹，大大细细，每一个礼拜大家来甲教会。咱伫遮来敬拜上帝，参悟伫遮内底。为了这个，为了要达成教会这个目标，伫去年十一月教会有暑工研讨会，伫中间咱嘛做一挂讨论，所以无共款的部门提出因的一挂计划，目标拢伫在地，伫敬拜，甲属灵的会同伴中间，怎样有一挂机会帮助咱来学习这個。所以牧师等下这段时间呢，好亲像一个迄个旅行团的导游啦，吼、哦，要大家讲，咱过来教会，过来这按一月开始，咱开始行，一月、甲三月、甲四月、甲六月这中间，讲到年底上长啊吼，可能袂赴，所以头前这部分，好大家有大的导向，讲哦，这教会目标是敬拜甲属灵的同伴，然后咱即马。一月份开始，咱要做什么？咱到底来做？让你讲哦，我知教会今年要做什么？礼拜年敬学习敬拜的心甲行动，啊，属灵的同伴到底来敬拜上帝。好，啊，咱要做什么？好，第一季的时阵，咱要做四项代志。第一个呢，这个乐活读经哦，新的一本在遮，特别即届呢，选啥物啊？空拍出来。和平教会在这个社区内底，足水的一个影。后壁是咱圣殿，咱礼拜堂内底的这个相片，互咱有一种眼光。这个所在就是上帝所应允予咱的迦南美地，咱要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新的这个乐活读经，今年都开始四年一轮，开始对创世纪开始，所以邀请咱会当逐工。不是说灵修年我们才灵修啊，灵修年我们礼拜啊，灵修年要哪吼，不是这样，但是受到提醒，新的一年开始，特别是对我们中间少年的基督徒，少年的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你刚洗礼，可能 你对信仰开始在明白，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对圣经经过圣经还不读过一次，这次是一个机会，咱伫礼拜中来，今年来开始对创世纪开始来读，啊是咱中间可能一寡啊年轻的兄弟姊妹，可能是大学生，你有可能因边拢听主日哦，你唔捌自己读过圣经对头到尾读，所以牧师邀请咱，特别是这两种人，你是不是会当对着教会目标伫2019年讲好，我立志要来甲将圣经读过一届。啊，多久？四年，活了这么久，不过没开始怎样，就没完成的一天，是不是这像做你今年的目标，对着教会目标，在小组中间，在团体中间，大家到底来读圣经，有开始才有完成的一天，所以这是大家邀请，也是一种挑战。第二，我们要做什么？再来一月份到二月份，因为乐活读经对创世纪开始，所以呢，咱要用一月份、二月份的主日礼拜中，要来讲解看圣经中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几位圣经的人物，因生命中怎样上帝在圣经中教示因怎样敬拜上帝，在生命中有甚么款的属灵的火盘在这个内底，特别是这段这几个角色，就是特别个阿伯拉罕。对咱和平教会足重要，因为咱和平教会以上真侪万民的祝福，这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对阿伯拉罕的一个应允。啊，咱和平教会用这个应允真侪咱的以上，啊，咱大家无啊看阿伯拉罕个看啊清楚，好好啊来学习，那会知上帝伊个对阿伯拉罕的应允以上怎样真侪咱的以上。所以咱一个二个要来做这个代志。古有圣经配合教会乐活读经的进度，咱到底来做人物的查考。查考
安尼来明白。然后，这中间当然有教会，有过年，有会堂好会，嘛有咱教会设教七十二年，这个设教的礼拜，吼，所以咱的中间会到底来做这个。到三月的时阵呢，三月有五个礼拜，咱要伫中间就来看教会礼拜，到底礼拜是啥物？伊个态度，伊个行动是啥物？要透个到底来学习。是不是新的一年中间，咱有学习新这个各一届的体会？到底到圣经中讲起真实的礼拜是啥物？我会当做啥物款的学习甲改变？所以呢，会当提早，参就提早来个教会准备心，吼、哦、啊，会当甲兄弟姊妹、你的小组、你的家庭、诶亲人坐到阵，啊是坐啊头前诶，咱做特别的吼，咱。一般音乐会第一排，还是说摇滚区安怎票上贵点？不过咱教会安怎？嘿，大家拢习惯坐一位吼，讲哦头前位呢拢空空，吼、哦、啊是毋是会当大家拍摄？但是咱是毋是这过程中坐啊头前诶，向头前来会当有啊好，互大家啊专心，这拢是咱会当来学习诶，会当化作行动诶。所以咱要来做这個，然后伫。去年咱有教会，有一个全教会培灵会，吼啊！今年咱啊，搁请一同款，搁请蔡牧师呢，吼、哦，跟咱和平教会常常咧请蔡牧师，吼、哦、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蔡牧师，吼、哦，一个蔡慈伦牧师，伫三月三十一号，伊个有拜六甲礼拜，有一个培灵会，啊，甲礼拜一个联合礼拜，要到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来分享，吼、哦、啊！这是我的细汉的妹妹，吼、哦、啊，所以。伊即马咧新学院教册，吼，所以伊个专长就是讲道学加礼拜学，吼，所以邀请伊会当伫咧中间，互咱三个拢咧看到底敬拜是啥物，礼拜是啥物，我会当怎样转变，吼，所以咱会当期待咱三个就做这个代志。然后伊讲伊联合礼拜中间已经进入去一个叫大斋节，吼，就是配合教会节期，吼，所以对。伊个时阵开始，咱要经过有张求主日、受难周、各外节，佮有圣灵降临节。即一摆个日子个中间，咱伫教会礼拜中，怎样透过一挂活动，也是透过一挂布置，透过一挂仪式，帮助咱佮较亲密来体会，到底即个伫宗教节期个中间，咱信仰怎样伫着培养，即是咱即届新年度中间要做个代志。安尼，恁有知有啊清楚无？讲牧师哦，我记无遐济，不过差不多知影咱要向这个方向行，啊要读啥物，要看啥物，会当怎样配合？吼、哦，啊袂讲哦，啊今日来做礼拜，吼、哦、啊今日要讲啥物？吼、哦、啊，至少咱知着，吼、哦、啊咱就安尼来斗阵来行。然后除了这以外，咱教会各部门对配，就是属灵会判有啥物款的机会？大家部门拢去做一挂安排，嘛继续咧计划，啊，牧师甲大家分享，咱各部门即马明年度的时间，上半年的内底有一挂什么款的机会，会当伫遐找着你的属灵同伴，你的属灵同伴可能伫这挂所在，好，所以如果是部门，各部门的赶快伫遐来想讲，阮这个部门内底会当做啥物，有长老讲会当哦来牧师的厝的啦吼。甲牧师、甲长老，大家斗阵，安尼嘛是一个哦，无你无 open house， 我唔知吼，会当关心，邀请人去你个厝诶，底下分享，嘿嘛是一种机会。啊嘛，即届呢，咱无设定讲爱做一种去修道院个闭境吼，大家部门大家个安排退休会来做无同款个安排。然后呢，咱成人部呢，拄啊讲个即个小区者，咱伫119。吼、哦，有一个叫119是啥物？一月十九号，吼、哦，咱要办一个啥？第一届吼、哦、和平社区日青田乐活嘉年华，吼、哦，所以咱有一张这个券吼，等下当如果你有需要，会当甲瀑布某书提，吼、哦，就讲你有嘛吼，吼、哦，这张券你也提，这张券呢一讲来吼、哦，活动足多，有和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社区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有提这路券的吼，会当送一个精美小礼物，吼、哦、啊！所以你会当提这個去邀请人，吼、哦。所以咱即马期待一天，嘛有甲区公所啊，个里长合作，希望社区的人愈多，知影咱教会这个所在，
啊，咱大家嘛伫这中间有机会来甲社区交做社区的好好的继续交做社区的好处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是119，一天爱上班。吼、哦，啊，不过呢，你也上班时间会当的，会当来参加拜六的下早起，吼、哦，到下晡119这个活动。吼、哦，第二呢，咱伫倒位找到小林的同伴，无同款的小组团契。如果你也无参加小组团契，教会周报上表以后足多，吼、哦，还是你无唔知影要去倒找，会当甲牧师长老请教，你会当找到一个适当的小组甲团契，吼、哦，也是会当有一寡兄弟姊妹会当成立无同款的小组，吼、哦，也是讲翕相无定嘛，会当找做一个小组，也是爱有做去爬山的，吼、哦，无同款的，伫遐你找到你的属灵的同伴。上具体的是夫妇团契，过来今年都开始找做青壮团契，古刚昨暗已经开始聚会啊，吼、哦，所以伫遐中间。诶，透过一个一个月一届，如果你讲我唔知道，都是款咧小组团契，啊无参加者、這個，对大学毕业了后，甲中间拢会当来参加这个夫妇团契。好、哦、啊，这个无叫夫妇团契，叫做青壮团契，就是无一定爱夫妇拢会当参加，都会当找着熟龄的伙伴。咱教会今年多二月吼，有十几个兄弟姊妹，无同款年纪的哦，要去缅甸。在一个所在参加一个宣教的体验，我相信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间，这十几位的兄弟姊妹，真是在遐因为服侍宣教，真做彼此的属灵同伴。好，所以咱有这款的机会，有啊，咱教会嘛有一挂宣教的课程，好，啊，搁伫遮咱伫今年都拢会来进行，好，有一挂宣教一个这个课程的协办，然后就是讲。这个爱慕文化节，咱差不多会当讲是教会基督教教堂，以及什么清真寺上近的一个礼拜，一个教会。但是咱对可能对穆斯林的文化信仰无多多拢知，所以伫五月的时阵，咱要合办这个活动，伫咱教会，咱会当有机会来了解，啊，会当安怎关心，啊，会当加做因的朋友，会当有机会甲因来分享。特别是咱中间有侪侪一挂印尼姐姐伫咱中间吼，照顾咱的长辈，啊，伊的信用是这方面，咱怎样会当甲伊找最好的朋友来关心？所以这咱今年都会当做的代志。过来说，这是昨暗吼伫教会这个青壮团契第一届聚会，人数比这挂侪吼，好多五六十个吼，所以如果有机会会当到阵来参加吼啊。周报内底有这个消息，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拜六有这个活动，吼、哦，这是青壮部咧办理的。儿青部就是讲，咱的中间的助理二老师、家长，啊，个亲子的小组、亲子的小组，在上上做熟龄的同伴，伫中间怎样会当来，和大家伫这中间上做同伴，咱信教部嘛咧思考。教会中间有这么多服侍的兄弟姊妹的师班，好，参照咱成人团契，因就彼此真多好的属灵的同伴，对，嗯，好，啊，其他的团体嘛，同款会当来学习，甚至是萨摩利乐团、甲家长，即挂后援会的家长，因安怎会当真多伫听候的过程中间，会当请新加坡到阵来思考，真多一个属灵的同伴，好，礼拜五咱即届呢。今年都要邀请拄啊岁内的兄弟姊妹参与伫礼拜服侍，礼拜服侍其实足多，吼！但是刚才对上简单上会当入手的，就是伫一楼的招待。所以咱有啊资深的服侍同工带领因到阵参与伫个中间，互因真实体会讲我是教会一份子，我嘛参与伫服侍内底，吼！这個。其他就是有咱个主日的基督室，拜四暗时的基督会，拜五早起嘛有小组，嘛是一个基督的小组。邀请咱，当然咱无遐侪时间，拢逐项拢爱得较到。但是你自己的生命伫2019年内底，是毋是你会予自己一挂机会？主日的礼拜早起的时间，拜四暗时，还是拜五的早起？特别拜五早起，这个小组可能咱阿少在。大家人数虽然无多，但是伫遐斗阵祈祷，
去年一年的中间，因有圣经，有用圣经来祈祷，有彼此祈祷，有教会无同款的年纪的团体来祈祷，嘛伫教会中，大家楼一楼一楼，为了这个所在来祝福甲祈祷。今年都开始吼，要出外，就是要来青田社区吼啦，行走祷告吼，为迄家来家来祈祷。如果你愿意会当来，啊，牧师讲我因本是学社区的吼。其实我对青田社区阁无啥了解，所以我大家自愿讲，我要做导览吼，看一寡资料，甲大家讲，然后去看，同款安怎，伫个所在安怎，为着这个社区来祈祷，吼，所以这是今年都要做的代志，吼，吼，咱嘛有新朋友，即组伊爱去查讲，即寡新朋友怎样去适当的小组团契，吼，因会当来做，即种的敢若介绍联络的关系。会舞步吼，就是咱个影片讲啦，舞来舞去吼，啊！伫舞来舞去的中间，安怎，加做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吼，斗阵服侍，斗阵会当伫信仰中成长。装备部除了新人主力，三个加九个这个新人主力要开始，吼，咱这课程已经在规划。其他呢，伫拜六暗时嘛有办一挂工作，吼，特别对着。咱教会中间逐种无共款的主题来提，所以因即嘛嘛咧计划。然后伫八月份的时阵有圣经公会，普通咧教会中间办一挂圣经的即个查课，咱嘛邀请因伫咱教会办有两届机会，所以即挂拢是有机会伫信用厅头受到好的装备，伫中间找着属灵的同伴的机会。好，好好。啊，过来呢，就是伊拄啊讲，伊个林宏信老师，吼，伊即课程，即个课，即两个课也有调整。不过即是安怎？特别是只甲大家推荐是，嘛伫咱和平教会开呢，开伫拜一的早，拜一的下晡，一班伫早的拜一的下晡，一班是拜一的暗时。读一寡书就是，可能你看这本书足好诶，但是你看你家己无办法家己读，所以呢，林宏信老师呢要来。介绍一个莫特曼，就是伊去德国读神学的老师，吼，爱来讲这五万的神学。伫毋是逐礼拜，但是伫二月到五月中间有七届的机会，老师林宏信牧师带大家斗阵读这个盼望神学。另外呢是浸信会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谭国才老师，吼，伊要读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莫属一本《上帝之城》吼，一本吼。才高啦，吼、哦、啊！迄买咯吼，囥在遐，唔知啥物时阵开始。他讲有一天我会读，吼、哦、啊！即马就是机会。如果你也想要，我来读试看卖。所以我已经去报名吼、哦，啊，要报名怎吼？就报来对有写，吼、哦、啊去报名。啊，林老师嘛特别邀请讲，咱和平教会应该足侪人想要伫信用信号顶头受到好的装备，迄是信行业内底。教研究所这种形态哦，老师带大家斗阵读书，啊，你大家爱读书，啊来讨论，吼啊，伫遐我相信会拄到一挂甲你同款即个趣味，想要研究圣经、了解神学的属灵的同伴。所以如果有，这拢是一个最机会伫遮，无拄拄每一项你拢爱参加，但是无输好亲像一个锻炼大家教会目标伫遮，啊，咱安怎向头前来行？当然，在教会目标中，大家想讲，啊，教会中有的人在和平教会，也是在做基督徒，在做长老，吼、哦，足久啊，已经做基督徒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啊。但是，如果你是这款的兄弟姊妹，牧师邀请你，会当真做一个带领人的人，甲牧师、甲教牧团队、甲长老、执事斗阵，带领咱教会其他啊少年啊无遐尼侪经验的兄弟姊妹。你会当食做一个好的模样，你会当伫遐食做一个锻炼的人。啊，你如果咱中间一挂人是拄来个教会，啊是对这个信仰拄开始要明白，你还是讲哇，圣经要安怎读？哦，圣经的内容是啥物？无关系，咱伫这中间，咱会当学习，伫这个所在来体会，到底来行这条路。今年教会目标就是礼拜。就是属灵的同伴，咱会当斗阵向这个方向来行。所以这是咱今年要做的代志。
在教会年度目标中间，牧师爱咱大家去设立属于你的目标甲角色。我最爱即句齐克果即个神学家伊写即个，伊讲生命只会当对回顾来领悟，但是爱伫向头前看来对生命来展开。咱做做代志，生命回顾时阵啊，我体会新的体会。但是头前爱做好嘅计划安排，你嘅生命才会开阔。唔在拄啊，牧师分享教会目标即挂代志嘅中间，有虾米是你看着讲，嘿有兴趣哦？教会嘅目标，我即我会当参加，我会当参与，还是我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但各部门所开嘅即活动，唔是因干啦爱办活动咧办活动，是透过即个活动要互咱。每一次给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一种的机会，一种的邀请，来安排今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今年是什么样的一年？听讲到结束的时候，大家再来想看看。当然一部分关于你生命自己的部分，你自己要这礼拜找时间来想。但是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圣经中最最讲起咱来爱惜时间，基督徒爱好好爱惜时间，因为时间足宝贵的，咱来好好啊做。圣经中安尼教示，甲咱提醒。同时伫这中间，除了讲起爱惜时间以外，就这几段经文内底讲起，咱活伫一个世界开始伫一个转变的中间，基督徒有一种使命，教会伫这个所在，咱要做啥物？基督徒的身份，予咱伫计划咱一年的生活计划目标中间加添什么物件？当我咧准备这个时阵，嘛去回想，就是今年度教会目标敬拜，甲真侪同伴会当帮助咱伫调整咱生命中一个看作重要宝贵的代志。在去年我们乐活读经最后读到启示录，我在那里有看到一个东西，因为说启示录一般说的都是说起终末论，就是说后面世界主过来耶稣基督第二次过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启示录在说这个我们来准备，但最终末日的中间，我一次在读的时候，我看起看起他在说教会，他在说起在这个当教会在听候耶稣基督过来进行这个时阵，教会现况是啥物？教会有看啥物款的眼光？教会到底是啥物？伫即马这个时代，启示录内底，敢若毋是咧讲终末论，伊嘛咧讲起较重要的是教会观，即群教会兄弟姊妹要做啥物？所以伫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起七个教会。伊写批书读写批，互因提醒宽免爱悔改要做啥物。但是你个种每间教会无完美个教会，每间教会拢伫遐面对一挂挑战。但是伊挑战对第二章、第三章读七间教会现况了后，第四章讲啥物？天使带领即个书读约翰，伊看到伊相是。四章第五章讲起天顶的敬拜，伊好伫教会中哇，教会安尼状况是安尼，但是突然间对第一章看起较天顶，伫个天顶的敬拜中，伊看起有一个宝座伫普天头底下来敬拜上帝，底下讲起讲有四个活物，24个长老伫个宝座下，我咧想为什么是24个，毋是十二个支派？四个活物在那里，那是一群在天顶敬拜的状况。在那个中间我看见使徒因为启示录在地上教会所面对的事情，我们需要一种天顶的敬拜的状况，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现在教会是什么，教会生活怎样塑造我们在敬拜的厅头，咱培养后边天顶的敬拜，一款的眼界。在教会中，真侪彼此的属灵的同伴，咱在天顶伫咧敬拜上帝，永远的一个时间的内底，
咱要真做即款敬拜上帝的群体。所以伫遮教会是啥物？教会生活是啥物？伊要塑造咱的性命。当伫咱伫教会中更加体会啥物是真实的敬拜时阵，咱咧准备。当咱伫教会中体会过侪属灵同伴是啥物的时阵，咱咧准备。和平教会要真做上帝伫天顶的敬拜，落来到咱青田社区内底，分享就一个大使馆、大赛、大赛馆、大赛馆。拍摄拍摄，我这刚到片无写了遮，我拄啊想到，嘿，想到遮安尼讲，就讲社区的人要来个遮。进入到教会来，再体会哦，这原来就是另一个天顶的国家，画出来的形状就是这。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你这个所在有需要，有一个人爱来个大使馆这个所在，个大使馆就在找帮站，讲拜托的救我，我伫这找保，甲我保护。和平教会就是这个所在，咱伫这个社区内底要做这个，因为咱要反映出天顶。天国后面所看见这个美好，牧师台语嘛，今年的目标好好啊练好，无让恁笑我拢歹势。做落来，求上帝帮助，伫新的一年内底，咱拢有一挂目标安排。伫咱今年要做啥物的内底，有遮尼多代志伫遐，咱来安排。但是信用是啥物？教会生活是什么？不只是小小一点，我看见是教会生活和信仰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间会更加开阔，让我们用这种的眼光来看教会今年的目标和你设定的目标在哪里，邀请我们到底走这条路，让2019年当我们不分是国校的、国中的和七八十岁，咱伫2019年小约束年底跨年祈祷会的时阵，咱伫遮，咱要斗阵来敬拜上帝，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带领咱伫这段时间中，咱斗阵真侪更加了解敬拜礼拜是啥物的人，咱知咱的属灵的同伴伫倒位，体会这种美好的生活，你敢愿意斗阵行这条的道路？邀请咱和平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2019年是上帝新的一个日子，带领咱向头前来行，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恳求你保守引带，恭敬将2019年每一天仰望伫上帝面前，予阮和平教会会当回应上帝你的恩典。会当无辜负你所托付我的角色甲呼召，互我伫这中间体会原来甲上帝同工同行是何等喜乐平安的一年。求上帝保守引带，这是我的日子，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今日要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我要俄罗斯。第30的中间，咱要主唱，我要俄罗斯。我要敬爱你，我要服侍你，真多咱会回应。
时，请咱犹原徛伫，咱用这首我的生命献予你，搁一届伫主面前表明咱全人全心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自甘心乐意的人，一定会经历伊丰富的赏赐。咱的奉献箱是放伫三楼甲一楼的接待处。刷接，我来报告。报告的第一项是，2019年的乐活读经的计划要开始啊。啊，他都啊，咱牧师向大家来报告吼。请咱的会友会当去一楼来招待处来摕这个新的乐活读经的手册，嘛鼓励咱会友会当将你的迄 email 的账号吼提供予咱办公室，啊，你就会逐工收到甲经文有关所有的参考的资料吼。咱的乐活读经是四年一轮，将旧约甲新约内容读一遍。啊，进前若无对到的兄弟，咱会当对新的年度顶头开始。这是很好的机会。第二项是会务部财务组的公布，圣诞节时间，这个经费吼，请咱有关的同工吼，爱记哩一定爱伫今仔日吼，这个主日进行来完成报销的作业。另外，就是要请咱会长开始用新的奉献袋啊，吼，新的一年用新的奉献袋啊，啊，旧的奉献袋啊，就请你家己甲收起来吼。新的奉献袋在咱今仔的周报内底拢有吼，啊，请大家开始来使用。第三项，咱要伫1月27，来举办周万元牧师的欢送会，时间是27，即个主日下晡的2点，地点伫个本堂的3楼，吼，请咱备办心来准备。第四项是和平关怀站的消息。拄只牧师嘛有讲到，吼，咱即个月要来办2项的活动，即个活动吼有真活泼的即个青田乐活嘉年华，啊嘛有静态的即个刺绣吼，第二项吼，第二页，吼，这是一个用编织人生美丽联展吼。这资料伫咱周报内底吼，请大家来参考，嘛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咱过来第五项是查经班的消息，咱这个月嘛有两项的查经班吼，第一个是13是正格长老的伊斯拉查经班，19是牧童牧师的创世纪查经班，请咱有咧上课的会友爱记哩这个时间。好，过来，咱来欢迎新朋友。我即马手头有两个名单吼，林旺香、沈荣泰，请是咪咱的，感谢您吼，欢迎今仔日来到和平教会，真正欢迎。唔知影要有其他无介绍到的新朋友，还是久久无转来咱教会的老朋友？
那有请你起立，互阮来甲你欢迎一下。啊，咱有会后有伫个一楼有准备爱餐，吼、哦，咱请咱的新朋友留来，甲咱做阵来啊，讲中道等，吼、哦，啊，互咱啊嘛，甲咱的会友进一步来交陪，另外啊和平教会。好，啊，咱是毋是用淡薄仔时间来甲咱啊边个会友来小借问一下？好，咱做伙来吟祝福初献的诗，请会众起立。神圣诗第396首，大白沙散会求主祝福，金沙请牧师来祝祷。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甲信心的感动，甲咱众人三个弟弟，伫2019年每一天体会上帝满满恩典，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岛有需要兄弟在会后，请来头前和牧师，也是长老来为您祈祷。